大兔子，快醒醒！大兔子，大兔子，来人啊！快来人！二兔子，快过来！我在这儿，怎么了？快跟我进来！哎，你说大兔子是不是生病了？今天居然没有让石兔子召集我们开会？闭嘴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 好了，大兔子得了喜消，赶紧让四兔子准备药材。哦，中秋的月亮好好看呀！哇，你挖了这么多胡萝卜，会不会累呀？我们来生兔宝宝吧！ 兔子病了，二兔子强，三兔子没有，四兔子哦，五兔子不是喝下药了吗？对呀，怎么还没醒？哎，快看，大象伸手动了。让我看看兔子。大兔子，大兔子醒醒，醒了，醒了，大兔子醒了。让我看看，醒了，怎么这么多兔子？大兔子已经没事了。哎哎。 我怎么样？你听，跟那李娜手同流有关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兔子的寿命一直都很长。你看，乌兔子的耳朵不见了，怎么可能？谁到底是谁杀了乌兔子？ 是我的命，我不行。狼人杀变成兔子杀了吗？有趣。 没想到 King 的手这么好用，吃一口就能让你变成人。你还想不想逃出这个世界了？你继续。有人来了。对不起，那天晚上我没办法救你，我不敢得罪他。 亲爱的狼先生，看来我不需要你也能查出谁是凶手。所以说，你知道凶手是谁，对吗？大兔子，怎么了？大兔子，怎么突然召开会议啊？是不是要调查五兔子的死？说，别说了，小心惹火烧伤。看来这个世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说吧，六兔子。 把你那天晚上看到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。原来你一直都知道凶手是谁，为什么那天不说呢？他知道凶手是谁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天晚上我看见，六兔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好，直接在我面前行动是。那么我们就来好好玩玩。你不是说不需要我吗？ 原来你还会傲娇啊！凶手是三兔子，死掉的五兔子和六兔子身上都有他的味道。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？啊、你还想捅我肚子？一个身体，让我再重新进入那个世界，如何？我没想到你会输。二兔子是医生。 三兔子应该是被利用了，其他兔子看起来并不可疑。假设二兔子当时看完我的病，对三兔子说：“需要五兔子的命才能治好我。” 那么一切是合理的。
但为什么二兔子要撒谎呢？难道他跟五兔子有仇？你是谁？别跑！站住！噔噔噔噔，终于研究出了变大的药。你想干什么？告诉大兔子，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。不可能，这一切明明都是你策划的。按我说的做，否则明天我就来要你的命。大兔子，拜托你，一定要查出杀害五兔子的凶手。我问你，最后和五兔子见面是在什么时候？那天晚上。你喜欢兔女孩还是兔男孩？只要是我们的，我都喜欢。你真好。啊？什么声音？老师，这个坑里不是有大量的野泉泥吗？蛇应该避之不及才对。是啊，我也觉得特别奇怪。King 有着伪装、贪婪、嫉妒、暴力，那么这个世界……对了。你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是哪里做错了？是你杀了五兔子，对吗？不，不是我。我向你哥怀疑的是二兔子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是他告诉了三兔子，药材必须是五兔子的耳朵才能治好你。是我说的没错，但这件事除了三兔子，我并没告诉任何人。原来那个神秘的兔子是你。是在这里判刑是要有证据的，你们有吗？出来吧，我亲爱的老先生。啊，老老老快跑啊，救命啊！我算了所有的兔子，却唯独漏了自己。你喜欢九兔子，可他不喜欢你，对。你嫉妒他们，于是你设计让我得病，威胁了二兔子，告诉三兔子需要五兔子的命才能救活我。这样你不仅轻而易举除掉了五兔子，还能在九兔子最伤心的时候陪在他的身边。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呀。哇，我死定了，可真是让我意想不到。我猜对了是吗？不知道我的赌注你什么时候实现的？其实你像我一样儿子难念。你敢跟我赌个大的吗？你确定？我亲爱的哥，我想我的最后一把王，你会输得很难看。如果我赢了 ，King 的位置归我，并把你的灵魂献祭给我使用。敢来我这里，你不是更想放肆？是比我还疯的方子。我期待你的最后一张王牌。这一次，我们总共十个人呢，仅此第六场，赢输的太难看。别妄想把人花在准备上。看到我的水晶鞋了吗？没有的话，那你的眼睛就会消失不见了。想摸摸我的头发吗？那就献出你的生命吧。木偶把你们变成木偶，永远陪我一起玩吧。你们喜欢我的红斗篷吗？这可是狼先生用外婆的血浸而成的。
来参加这场疯狂的游戏，谁让你进入